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22 Tesla Model 3，特斯拉 Model 3，改款后的 Model 3做了一些调整，使用了新款的电池。那 Model 3的话，它是使用全车玻璃顶的车顶，那搭配的是无边框的车门，没有边框的，我做的美妆气氛，换成新鲜蛋糕，简直是一台新车。车顶玻璃顶，除了电池以外，有多了双层玻璃，那玻璃是双层的，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出前座车门气氛，电动椅驾驶座的状态。它改款后也有支援这个加热方向盘。那这车子的话，2022的跑2万，有 AP。特斯拉所有的控制界面都在这个中央15寸的电脑萤幕。大概是这样子，目前也在保固中。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